知道。各位，西伯侯府的武姬将军有事召告各位。各位乡亲父老、叔叔婶婶、大爷大妈、小朋友们，我们敬爱的侯爷，他已经我现在没心情说这个，你们呀都给我听好了，捡重点的听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严防敌人来犯啊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姬昌一死呢，姜子牙和姬发肯定痛不欲生，战斗力也就没有了。这时我们攻打西岐的大好时机。